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似有啲燈光有啲唔好痛啊，因為可能咧太陽光射咗嚟咧，好似好光咁。而家佢哋遮咗咧，就好似比較黑咗少少嚇。咁咧都唔緊要嚇。咁我哋都係如果係唱詩啊等等咧，我哋都有銀幕，所以應該都唔會影響大家嗰個程序嚇。好，在這裡來到歡迎大家參加這個主日崇拜，而我們今天都能夠心中喜悅感恩，也都有一份對神的敬拜的心，我們一同的在這個地方來到去敬拜我們的神，讓我們的心能夠預備得好。就正如詩人在詩篇裡面這樣說，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祂的时候，不是只单单一个的仪式或者一个习惯，让我们心中渴慕来到朝见敬拜我们这位的神。让我们同祂站立，我们用诗歌来到去歌颂我们的神，你的信实广大。圣殿的里面登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来唱主在圣殿中。主
神啊，我哋众人一同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聚集，我哋一同嘅嚟到将一份嘅敬意嚟到献上俾你，因为主你系我哋整个敬拜嘅中心，你喺当中已经准备嚟到去迎接我哋，因为你渴想，你喺度寻求，亦都喺度等候我哋呢一班嘅人嚟到去敬拜你，让我哋用心灵、用诚实嚟到将你当得嘅荣耀嚟到归过俾你。我哋知道呢段嘅时间系属于你嘅时间，我哋何等嘅有福能够去亲近你，并唔系我哋有啲咩嘅优点长处，或者有啲咩嘅资格，我哋可以嚟到去亲近你，系因为你嘅爱，容让我哋可以嚟到你施恩宝座嘅面前，嚟到去享受喺你嘅面前，你俾我哋一切嘅祝福，让我哋可以投入喺你嘅怀抱里边，享受喺你里边嗰种嘅平静安稳。让我哋呢段嘅时间，我哋嘅心眼定睛喺你身上，我哋整个人投入喺你嘅怀抱里边，让我哋一同嘅享受呢一段美好嘅时刻，更加可以喺你面前嚟到领受你所俾我哋嘅恩典祝福。你嘅话语成为咗我哋生命嘅滋润同埋喂养。我哋将整个聚会再次嘅嚟到交托，求主你喺当中临格。我哋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哋一齐嚟到攻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请坐。正如刚才我所读的诗篇，诗人他心中存着一个渴慕神的心，他很想去迎见、朝见这位的神。今天我们一样的存一个这样的心情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如鹿渴慕》。連續唱呢首詩歌兩次，1、2、3。如同我次次渴慕，溪水我靈願渴慕最靠你，唯有你是我神所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次，好嘛？好多時候咧，我哋都嚇請女士唱先啦。咁啊，今次請男士唱一次，好嘛？嚇咁咧，男士唔緊要嚇，我用個麥咧幫大家嚇，一二三。如同我痴痴看，无溪水我明亦我无追究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盾牌。試唱嘅時候咧，一樣咁温柔，咁咧就當然女士咧個把聲咧係柔一啲啦嚇。咁無論點樣咧，當我哋唱詩好做人好嚇，其實咧神俾我哋都有一份嘅温柔，可以咧去表達嚇我哋心中咧係唔會話硬崩崩嗰種嘅感覺嚇，我哋一齊站立，我哋再唱一次好嘛？呢首詩歌嚇，讓我哋一齊將呢首詩歌咧獻上俾我呢位嘅神，我哋渴慕神，我哋咧喺當中咧用一個感恩嘅心嚟到咧去敬拜我哋嘅神啊！預備一二三。如同我痴痴看，無溪水我明亦看無盡。《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到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言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各位请坐。今天我哋会有长春团契嘅弟兄姊妹为我哋到献唱。
好，请我哋一同嘅站立，我哋一齐攻读神嘅说话，又系一节圣经啫吓，好容易啊！连续读两次系嘛？一二三。饥渴公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公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各位请坐。我哋喺美國嘅生活咧，真係好豐足啊！真係食嘅、住嘅，或者咧各方面都係咧好豐富。人咧好多時候都係每一日都要食嘢嚇，都要飲嘢。但係咧，我相信咧，大家一路嘅喺美國嘅生活嘅體會咧，我哋都好少真係咧好餓嘅感覺啊。可能咧你平時習慣咧午餐十二點鐘食飯啊，可能咧某個原因咧到到一點幾咧先至開始，哎呀，我而家要食飯啦咁啊。但咧到到一點幾嘅時候咧，其實咧真正嚟講咧都唔係肚餓嘅，係嘛？真係唔係肚餓嘅，只不過咧係習慣性咧。平時你十二點幾食飯嚇，咁咧稍微遲咗嘅時候咧，你覺得唉，我而家要食嘢啦咁。除非咧有啲人佢經歷過走難啊，可能咧幾日咧為咗走難，為咗咧嚇逃生嚇，咁咧就冇嘢食。咁真係幾日之後咧，你真係感覺到咧嗰種嘅肚餓嗰種嘅感覺。或者如果你在沙漠日曬或者天氣很熱你一段長的時間咧冇飲水可能你真的知道咧咩叫做頸渴可能咧乾到嘅地步咧，嗰啲脷咧都黐埋曬嚇，吞口水都冇口水吞嘅嚇。事實上咧，我哋都好少咧去經歷過真係飢真係渴嘅感覺。當然咧，神造人咧。都是给我们有一种的本能呢就是你肚饿你就会很想找东西吃。你口渴的时候呢你就哇真的周围都找看看有没有水饮。我的师母的姐姐就是的先生就是他的姐夫。咁咧有一次咧，佢就同我哋講過咧，佢唔知去旅行啊啲咩嘢，咁啊真係餓到不得了，咁啊走去鋪頭度咧，諗住咧買個麵包食。咁但咧，當佢揞下袋嘅時候咧，咁啊佢即係話想買麵包啦，咁嗰個人咧就幾多錢咁樣，咁佢喺袋度揞下，揞咗之後咧，發現到咧佢剩低一張$100。咁啊，通常咧啲鋪頭咧咁大張嘅錢幣咧，通常咧就唔收嘅嚇，即係以為咧，你唔知道會唔會假咁樣嚇，唔肯收。點知咧，佢嘅姐夫咧就肚餓到一個地步咧，佢就直情咧，佢話：我而家唔理你咧，有冇即係咩嚇？總之你俾個包我，搶咗個包咧，就係咁食嚇。咁當然咧，之後咧，我哋都冇問佢咧，即係究竟咧係到時即係嗰啲點俾錢咧？可能佢走去揾翻個太太。攞翻啲碎紙嚟到俾錢都未定啊！但係餓到嘅地步咧，佢唔理咁多咧，就咁搶到個包咧，就咁食。咁啊，真係嘅嚇！如果你經歷過咧呢啲嘅餓同埋渴嘅感覺嘅時候咧，你真係咧成日心思思，成日想揾嘢食，成日咧想揾水飲。嗱，我哋嚟到呢個八福咧，第四福啊，飢渴無義嘅人咧有福了。饥渴呢两个字咧，大家唔难去明白。无咧，亦都咧系加强咗咧，当你有需要嘅时候，你好想去得到啊。嗰个无咧就好羡慕啦，好渴慕啦个意思吓。但系个义字系咩嘢咧？嗱，就可能要花少时间咧，俾大家明白多少少咧。耶稣所讲嘅饥渴无义嗰个义字系啲咩嘢？嗱，呢个义字咧。如果你查即係字典啦嚇，咁啊佢好簡單咧個義者義也，義係咩咧？就是、合義個義啊，合義。
这个合宜呢，就是啱啦，对啦，正確啦，好啦，咁叫合宜係咪啊？聖經裏有句説話咧，如果咧你講説話咧講得合宜啊，即係話咧喺啱嘅時間、喺啱嘅地方對住啱嘅人咧講啲好嘅説話、啱嘅説話咧嚇，咁咧呢個就係一件美麗嘅事情，就好似咧銀網子咧，金蘋果咧落喺銀網子裏邊，那個配搭咧係好美麗嘅嚇。咁咧英文咧將呢個義字咧，即係合饑渴無義嗰個義字咧，就亦都做 righteousness 啊。咁咧，你睇個英文咧，嗰個 righteousness 咧有個 right， 即係話咧啱咁意思啊。咁啊啱啊好啊正確啊咁。咁當然咧，大家都知道咧，呢啲係一啲好嘅字嚇，呢啲嘅中文字咧叫褒詞嚇啊。咁但係咧問題咧就係乜嘢叫啱咧？乜嘢叫好咧？就因人而異啦，係咪啊？好多時候咧，啱同埋好咧，或者正確啦嚇，就究竟咧以乜嘢做標準咧？如果你度長度啊，度嗰個長度，你唔可以揾眼咧就話咧，哦呢度係一尺啊啊啊呢度咧就幾多？你唔可以用眼度嘅，你一定要有咩咧？有把尺係咪啊？你度哦呢度咧就係咁一叫一尺啦。或者你去磅一啲嘅重量嘅時候你唔可以話咧，攞個瓜嚇，咁又話咧，哦呢個就係三磅啦咁，嗱唔得噶嘛，你要放喺個磅嗰度咧，一稱嘅時候咧，哦唔係三磅，其實咧係四磅嚟嘅咁嚇，咁所以咧每一樣嘢咧，你都要有一個嘅標準咧，你先可以衡量到咧嗰樣嘢啱定唔啱，正確定唔正確，或者咧好定唔好，係咪啊？咁如果講道德咧，咁你點樣衡量道德咧？是吧？怎样衡量道德？凭什么？不知道。有些人说凭良心，是吧？凭良心。良心准不准确的？不准确的。良心呢，其实是因很多的背景、传统、教育，甚至人心里面他怎么样去定斷咧，嗰個思想嗰個準則咧，冚唪唥咧各有不同嘅。嚇，中國人咧，如果你講孝道咧，就係咩咧？就話咧啊，如果你嘅父母咧有病啦嚇，咁咧你就盡量咧維持佢嘅生命，延長佢生命嚇，用各樣嘅方法咧，希望咧佢可以一路咧就即係長命啲嚇。咁呢個係中國人咧嗰個嘅思想嘅良心嚇。咁咧如果咧即係能夠讓你嘅親人或者父母咧啊，佢哋活耐啲咧，呢個叫孝心嚇。但係咧喺其他嘅民族咧，有另外一種嘅睇法嘅。佢哋覺得咧，如果能夠咧讓嗰個人咧即係安安樂樂咁死嚇，或者咧早啲唔需要咁多受苦嘅嚇，能夠當然唔係話咧即係殺咗佢嗰種啦嚇嚇，但係能夠令到佢咧係減少嗰個痛苦嚇，唔好咁多時間咧連日咧喺度捱緊嘅時候咧，呢個叫孝心，邊個啱邊個唔啱咧？所以咧良心咧其實咧係因好多嘅因素咧係令到人嘅良心咧係有好多嘅偏差。或者甚至有些人的良心是麻木了、有些人用良心來說、我憑良心做事的，未必是一定好事，因為他的良心已經英文或者叫麻木了，或者叫 defile 了，污染了、有些人說、用律法、用法律來去定斷、道德的事情、你做這件事做那件事不對、但呢也有很多人是走法律了，甚至咧將一啲咧唔啱嗰啲嘢咧合法化咗佢，甚至喺當中咧好多個賄賂啦嚇，但係台底交易咧係將嗰樣嘅唔啱嘅事情咧將佢咧消解咗佢，所以咧你發現到咧即係呢啲嘅所謂好或者啱嘅嘢咧，其實咧喺世界上咧係真係冇一個即係絕對嘅標準，所以聖經都講過咧世界上咧係。是一個無義的世界，世界上也是沒有一個義人，
好啦，咁如果咁讲嘅时候咧，咁究竟呢个义系指咩嘢咧？原来圣经咧好清楚讲到有一节圣经咧讲到好清楚，佢话咧，喺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佢话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呢度好清楚讲过咧，世界上咧只有一个嘅义人，真真正正一个义人就是、那义者。嗰、那个义者边个咧？就是、耶稣基督。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耶稣佢本身咧就系义嘅嘅准则，佢系义嘅源头，佢系义，佢系对，佢系好嘅标准。当然我哋讲话对或者好咧，圣经好多时候咧都用一个嘅一个嘅观念咧，就系咧咩叫好，咩叫义咧，咩叫对咧，就系真善美，包括咗真，包括咗善，包括咗美。而耶稣咧被称为那义者咧，即系话咧耶稣佢系真善美嘅标准，真善美嘅源头。耶稣喺地上佢嘅一生，或者咧如果我哋再广阔啲咧，当然耶稣佢自己本身就系神啊，神佢自己本身咧就系义嘅准则，佢本身就系义，一切嘅对与错都在那里成为一个最高的标准。所以当我们知道，当我们说饥渴无义，这个义其实如果具体一点来讲，就是说人如果你能够对真善美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慕的心，你很想去认识追求得到人生咧，呢啲所謂真善美嘅時候咧，聖經佢話你就有福啦。當然真善美咧係好似好抽象嚇，但係咧具體啲嘅就講就係啦，耶穌就係真善美嘅準則同埋一個標準喺裏邊。當我哋能夠咧常常以一個渴慕嘅心，好想去認識呢位嘅耶穌基督，去學佢嘅榜樣，去認識呢位嘅耶穌基督，佢所教導俾我哋嘅係點樣去達至咧呢個真善美咧？如果你有呢個咁嘅心嘅時候咧，你係一個好有福嘅人。我想問大家，世上嘅人佢哋有冇機有冇學咧？即係佢哋有冇啲嘢咧？佢哋咧真係好學想，好即係好想得到嘅。當然有，很多人咧，佢哋又機又學，不過咧唔係去學無義或者學無咧真善美，佢哋咧學無其他嘅東西。事實上喺你喺我面對人生好多嘅體會、好多經歷嘅裏邊咧，我哋都知道咧，好多人咧係學無緊好多好多世上嘅嘢，其中一樣嘅嘢。就是金錢，錢啊！錢可以話咧，係好多人心中咧一路夢寐以求要得到嘅嘢，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希望能夠咧發財，希望能夠賺錢。一般嘅父母咧，一般嚟講嚇，都係咧咁樣嚟到教導自己啲仔女嚇，喂，你好俾心機讀書啊！生生性性啊，你快啲學多啲嘢啊，點樣咧？你將來咧，如果讀好好書、好嘅成績，學多啲嘢、識多啲嘢、叻啲嘅時候咧，你將來咧可以揾到份好工。點解揾到份好工啊？因為可以賺多啲錢。其實背後咧都係咧要仔女咧朝住一個目標，就話咧你要出人頭地，你要賺錢，你要咧父母心中咧就係要。啲仔女咩咧？成龍成鳳啊！希望咧能夠咧，仔女佢哋可以將來咧
錢多，或者咧間有間好住間好啲嘅屋，揸架靚啲嘅車，嗱基本上咧係冇錯嘅。唔好以為咧潘牧師喺度咧就責罵大家咧，哇！而家咧我有啲要細路仔學呢樣學嗰樣啊，要或者咧逼佢好嘅成績咧，哦呢樣嘢唔好嘅，唔係唔好，真係嘅啊！做父母嘅都係好希望咧仔女咧佢哋能夠成才嚇，或者咧能夠喺社會裏邊咧係真係出人頭地，冇問題嘅。不過咧，如果咧將一個咁樣嘅觀念咧嚟到俾佢就話咧，就係為咗賺錢啫，就係為咗揾錢啫，就係為咗發財啫嚇，係成為咗咧呢個世代咧一個嘅好明顯嘅一個嘅趨向咧，就係咧向錢看。啊！咩嘢咧都係以錢嚟到掛帥。當一個人咧，如果淨係單單為咗錢嚟到去工作，為咗生活，為咗成為人生嘅目標嘅時候咧，其實咧係一件好可怕嘅事情。因為好多人就係為咗要得到多啲嘅錢，有啲人佢好努力嘅去賺錢，不過努力得嚟咧係成為咗咧係工作狂，或者咧成為咗咧。錢幣的奴隸，有些人都是很正常正面的來到去賺錢，不過也很多人為了要賺錢是用一些賺快錢的方法，當然大家都知道我說什麼了，賭博的問題。而這個賭博的問題是成為了很多人沉醉、沉迷、上癮被牽住鼻子走咧，一個咁樣樣嘅一種嘅嗜好，一種咁樣嘅習慣，一種咁樣樣嘅心思觀念喺裏邊。所以好多人咧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嚟到去賭博，賭狗、賭馬、賭波、賭棋捉棋咁當然係賭場啦一係咧就打牌打牌狗啊咩牌都好啦一係就打老虎。係咪啊？喺屋企咧就打咩啊？打麻雀啦，唔使講啦，係咪啊？打麻雀啊！咁啊，當然咧，有啲人哇，我打麻雀都係消遣下時間啫，咁嚇。係，當然咧，我唔可以評斷咧每一個人打麻雀或者咧你做呢啲嘅嘢咧背後嘅動機喺邊度嚇。不過咧，慢慢咧呢啲嘅嘢咧，當你話諗住咧打麻雀咧可以咧消磨啲時間啊，當然咧有啲人再。justify 多少少咧，就話咧可以防止咧老人痴呆一路打嘅時候咧，一路用腦啊、用手啊，咁啊腦同埋手咧都一齊嘅運動咁就好有益嘅咁咁我唔知啦咁但咧即係小心咯小心咧，因為咧當你咧真係咁樣咧打通宵冇時冇日，即係冇日頭冇夜晚嚟到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很多時候咧，你唔係喺度打磨啲時間，係啲時間咧嚟到打磨你，打磨你嘅精神，打磨你嘅家庭，打磨你喺當中好多嘅感情關係嘅嘢。好多人咧就真係沉迷喺呢啲咁樣嘅賭嘅上面嘅時候咧，背後正如咧。有個廣告都咁講嚇，樂趣過咗之後咧，你點樣養咩啊？收拾殘局，好多人咧，好多殘局咧要收拾。而好多時候，一啲嘅賭博嘅事情咧，係令到你上癮，令到你咧本來你家庭裏邊應該負嘅責任，你冇去負。身體的健康你本來要去關注的，你沒有好好的你要關注你的身體。有一次我都去Las Vegas， 如果你看到在 Las Vegas 也不要詫異，因為我從來沒有奉獻過一個仙給他呵呵，我們很多時候去吃東西看看那些他們那些很多酒店那些這樣的佈置設計是這些東西。有一次我就經過在賭場的時候，咁啊見到有個男人咁就即係喺老虎機嗰度玩啦咁我突然間望到佢咧就佢坐喺個老虎機度咧就佢唔知嗰條有一條鎖匙鏈啊嚇掟咗出嚟
咁就啱啱翹住咧喺張凳嗰度。咁我就係咁望到一個咁樣嘅景啫。咁我冇啦，咁我上樓上喺房啊，咁啊自己即係嗰陣時唔知係煮嘢食啊點樣樣，即係都好幾個鐘頭喺房。咁然後咧落嚟嘅時候咧，又行翻嗰個地方，仍然發現到咧嗰條鎖匙咧愣喺嗰度，即係佢未人走過，未人離開嗰張凳。咁我諗下，哇！咁多個鐘頭，我喺上面咧又煮又剩又呢樣嗰樣咧，咁多個鐘頭，連廁所都唔使去嘅，你明唔明啊？嗰條鎖匙咧，仍然喺個地方。如果佢真咧離開去鎖啲廁所或者咩食嘢都好啦，咁啊梗係唔同嘅位置啊，仍然喺翻個地方。原來咧發現到咧真係嘅，好多人咧就係咁樣咧，為咗賺多少少錢或者賺多快賺多少少錢嚇，於是咧可能咧就係咁樣咧，俾錢咧嚟到牽引住。好多人就係俾錢嚟到控制，好多人亦都為咗錢咧嚟到出賣自己嘅身體。我意思就話咧，損害自己嘅身體，日以繼夜咧係咁樣沉迷落得落去。需要休息的沒有休息，需要吃飯的不去吃飯，有些人甚至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出賣自己的身體，出賣自己的靈魂，有些甚至出賣了自己的家庭和關係，是很不值得的。一個人如果你渴慕金錢到一個地步，而你想在金錢裡面得到滿足，我跟大家說一定不會有滿足，永遠咧係得唔到滿足，反而咧係會增加受苦。這個唔係我講，係聖經裡面講，提摩太前書第六章第十節，佢點講？佢話貪財係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神的说话很精警，一针见血咧，讲到一个人是贪财的时候，当然钱财本身咧系中性的嘢，系用钱的人或者人怎么样去看钱咧，嗰度咧系令到人咧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出嚟。你好嘅去用钱咧，嗰啲钱会帮你，但系如果你是成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咧，呢度我所講嘅話，會有好多個受苦咧，將你嚟到去刺透。錢係好多人渴慕嘅嘢。第二，情慾，好多青少年人咧，就係喺情慾上邊咧，係一路被迷住、被控制。好多青少年人咧，就係被這些這樣的肉體的東西、情慾的東西來到呢，去令到他無心向學，可能呢一直掛著談戀愛，一直掛著男女之間那些這樣的情情愛愛的東西。當然很多青少年人都不明白什麼叫情愛，以為攬多一點、錫多一點什麼什麼，那就哇就覺得 是愛，但事實上呢很多呢啲咁樣嘅色情嘅嘢咧，就係咁樣一路去吸引住好多好多嘅人，唔單止係青少年人、成年人、老年人一樣被吸引，一樣被引誘。再加上埋咧，而家電腦、電視、光碟嚇，周圍咧電影等等咧，呢啲嘅嘢咧已經係成為咗咧好多嘅通道咧，讓人去接觸呢啲嘅嘢。而最悲慘嘅咧就係咧喺當中好多人就係接觸，包括睇啦或者咧去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嘅時候咧，呢啲嘅嘢咧係成為咗人思想上面好多嘅污染，亦都咧係使好多嘅人咧睇完咗之後、做完咗之後咧，心裏邊充滿咗內疚、罪疚。而被良心去控告、責罵，甚至
被魔鬼来到蹂躏和践踏。很多人就在这些善上面被魔鬼督正那些样的死穴。人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有一个英文叫 soft spot， 很脆弱的地方。人以为呢，有些人说食色性也，是我需要来的，去做去看，是吧？但是在没有界限，在没有原则的底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魔鬼呢就在当中呢控制你，蹂躏你，令到你的心里面呢很多很多的罪疚，以致呢你抬不起头上来。原来当人呢渴慕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原来是会走向一条呢灭亡的道路，走向一条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道路。但很多人呢是不知不觉的呢，就是这样踏了只脚入了心，然后就在后悔当中来到过生活。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很多人呢除了这些金钱之外，除了这些情欲之外，很多人呢也都很向往呢这些这样的享受的问题。很多呢享受这个很渴慕呢地位的问题、名誉的问题、权力的问题。很多人就是渴慕这些东西，有些人很喜欢玩权。曾经在 Times 在封面那里就一个这样的 图画呢，就是呢一支火柴着了，然后呢后面那里就写着呢 Play Power。 原来呢玩权呢就好像玩火一样，你似乎呢想在权力当中呢去得到你要得到的东西，但到最后尾的时候呢，权力呢可能就是销毁你人生前途的东西。很多人心里面已经充满了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渴想要得到的东西，充实着，可能是事，可能是物，可能是人。可能有些人仔女是成为了你一生的人生的中心，所有想到的事，所有要做的事都是以仔女 做中心，做焦点。有些人可能做用孙，当然我不是说你挂着孙不对，但是当你人生里面这些东西成为了你生命的中心，充实着你，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你的思想，影响到你的决定，影响你要考虑的一些事，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要考虑的，但你没有想到这些事的时候，那些事就成为了你生命的祸害。几多人真的好像耶稣所说的，饥渴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情欲，不是没有权力，是没有义。你能够看到你的人生很宝贵的一件事，就是你能够在生命当中有一位真善美的神，是成为了你人生那个焦点。当然你一样要顾其他人生很多很实际的需要，是吧？很多现实你需要顾的，但是整个的焦点你能够以这位真善美的神成为了你考虑和做决定和你人生的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快乐很多很多，有意义很多。当耶稣讲这篇的登山八福的时候，其实呢当时有很多很多的群众是围绕着耶稣。当然这班的群众里面也都包括了有十一个门徒。但这班的群众为什么会这么有热诚来到去听耶稣讲话？其实呢在当中呢不是他们真的渴慕真理，或者渴慕耶稣所讲的道理，而是因为他想看耶稣行神迹。耶稣曾经医好人，我又想看耶稣怎样医好我的病。或者日后耶稣也是五饼二鱼，
供應佢哋咧食嘢。佢哋諗下咧，哇！如果一生咧跟住耶穌咧，啊，我冇死啦嚇，我唔使煮飯都得嚇。總之啲耶穌咧嚇有啲咩嘢，即刻咧企喺祈禱，然後咧即刻咧大家都有得食啊，煮飯都唔使煮啊。佢哋嘅心態咧係一種咁樣嘅，係好利益性嘅嚇，或者咧我能夠咧得到從耶穌嗰度咧得到一啲咁樣嘅祝福啊、醫治啊、嚇食物啊等等，佢就覺得咧哇呢個咧就係我跟隨耶穌。但係嗰十一個門徒咧唔係，呢十一個門徒咧就真真正正咧係渴慕耶穌。耶穌上山祈禱，佢跟住耶穌去。耶穌落到海，即係就喺海面嚇，喺海上面一樣跟住耶穌去。甚至咧，耶穌咧去到嗰啲地方咧，俾人哋捉，俾人哋侮辱嚇。門徒一樣係咁樣跟住耶穌去。雖然咧彼得咧都係遠遠嘅跟耶穌啊，但咧佢都係跟住耶穌。原來我睇見咧呢班嘅門徒咧，佢哋真真正正咧係一種渴求，就話咧耶穌啊。好似彼得一樣所講，佢話耶穌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哋仲歸向誰呢？你有永生之道，我哋仲歸從邊個呢？唔使諗噶啦，我就係一路咧要跟住你，跟住你，跟住你。真係咧，呢班嘅門徒咧，跟到耶穌咧，去到殉道嗰個嘅啊，生命都可以咧為主嚟到犧牲。好多人都是跟耶稣，好多人亦都可以每个礼拜翻嚟崇拜听道，但是系咪真系我哋渴慕耶稣而嚟到耶稣嘅面前呢？可能我哋翻到嚟嘅时候系一个习惯，可能系一种嘅良心嘅安抚。我做基督徒我都要翻嚟听下道，其实。我哋心里边，大家都即系心知肚明，或者大家都明白啊！我哋每一个人心底里边咧，我哋对耶稣有几多嘅渴慕？其实真系，如果我哋真系要学习渴慕耶稣嘅时候，其实好实际。当你渴慕、好想见一个人嘅时候，你心里边咧常常咧心思思啊！在你的腦海裏面經常會浮起這個人，所以最近我媽媽爸爸媽媽他們回到香港回到大陸，其實我心裡很掛心，不知道他們在當中天氣、吃東西、他們的身體的狀況會不會出現問題。其實我每一天我都很多時候都浮起這些這樣的想起他們。真的，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學習操練去渴慕耶穌的時候，我給幾個建議大家。第一，你每一日學習，當你有什麼心事、心思意念，或者你裡面有什麼東西你覺得是一個內心的掙扎，或者你情緒有波動，或者你很生氣，或者你遇到一些事情你真的好像很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你可以立刻將你自己這些這樣的思想好、情緒好、感受好，不要發出來給別人，不要大發脾氣，你向這位的主來傾訴，成為了一個禱告。你可以跟神說，神啊，我現在很猛憎，我現在真的很心裡面很不舒服，求你幫助我平靜我的心。你立刻將你自己的感受成為了一個禱告，就好像聖經裡面保羅所說的不住的祈禱，不住。你不需要一定要跪下，不需要一定要閉上雙眼，駕車猛憎的時候，你就跟耶穌說，神啊，我現在很猛憎，我現在很心急，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辦。你將你的心事跟耶穌說，不住的禱告。第二，每一天分出一段時間出來好好的讀神的說話。神的話語是我們生命的糧，每一天我們吃東西需要有食物有營養，我們的心靈也都需要神的話語給我們的滋潤。你每一天用15分鐘、20分鐘
讀下聖經、祈禱。如果你歡喜的，我們每一個禮拜我們都有一個 schedule， 現在在看約書亞記，你就這樣每一天看一章聖經，在當中可能有一節聖經對你們說有特別的感覺，你將那節聖經寫下它，或者用那節聖經來做祈禱，就是這樣。你這樣跟神在神的話語上去跟神去交往的時候，你會慢慢對這位的神和對這位真善美的神不斷地去接觸，不斷地 去思考的時候，你的生命是擁有更多的真善美。然後第三，你不妨在每一天生活裡面，特別當你如果要做一些事情，要做決定的，或者要做某一件事， 你有時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的時候，或者有試探你的時候，你即刻問一個問題，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很簡單，耶穌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如果你常常都跟上面這位的神打個招呼，跟神聊下偈，跟神有一個的大家有來有往的時候，這個呢就代表了你開始建立起你渴慕耶穌、渴慕神一個很實際的一種的操練。神啊，這段時間我不知道怎麼做，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呢？當你問多一句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心裡面就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指引，知道怎樣去做，能夠不會得罪神，或者是應該這樣做去榮耀神。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看到原來渴慕、飢渴慕義是能夠得到飽足。當你一路渴慕神的時候，神祂的話語會充滿你，神的愛會充滿你，神的真善美會一路的在你生命當中成為了你生命的真善美。我們一起祈禱。神啊，你用你的話語再一次的來到光照提醒我們，好讓我們能夠知道我們心中有時候太多的雜質來到充塞著我們的心靈，以致我們沒有一個屬靈的胃口來到去追求真善美，追求你成為了我們生命的目標。求主你打開我們的心靈，將我們心底裡面很多的垃圾來到清除，以致我們心靈可以讓你來到進入，讓你來到成為了我們生命的中心。我們行事為人，我們的心思意念都能夠以你做我們的準則，讓我們能夠靠著你給我們這份這樣的恩典關係，我們可以過一個充滿平安、喜樂、有意義的人生。你垂聽我們的禱告，祝福我們每一個。我們誠心的禱告，交託謝恩，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好，以後我們會有奉獻的時間。奉獻，如果你是對於奉獻是仲未曾明白的意義的，請你不需要參與，恭敬將這個奉獻袋傳過給隔離就可以。我們在奉獻的時間裡面，我們唱這首的詩歌，奇異恩典。
請我哋同佢站立，我哋就唱獻禮物。多謝你，你是那位祝福人的神，我們是蒙福的人，在你面前常常蒙恩。我們知道一切都是從你而來，我們不敢誇些什麼，也都不敢認定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是因為你歡喜施恩，我們得著你所給我們的恩典的時候，我們 心中就感恩。現在我們將從你點點而來的金錢，我們獻上給你，求主你祝福這些金錢成為我們很多更多人生命的恩惠，我們誠心的禱告謝恩，奉主的名求，阿門。各位請坐。在這裡代表教會來歡迎每一位參加這崇拜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都有好幾位新來的朋友，我想在這裡來介紹和歡迎。我們首先我們歡迎Benny 和Sarah，Benny 和 Sarah 在當中，我們歡迎你兩位。OK， 好，歡迎你，好，請坐。請坐，請坐。好，另外呢就我們都歡迎Lydia Lam， Lydia 在後面這裡，歡迎 Lydia， 好，請坐，請坐。另外一位 Alex， 姓方的 Alex 在那邊，好，歡迎你看到了，好，請坐。希望一陣間我哋有茶點嘅時間可以同你哋傾兩句偈下。OK， 咁啊，地主表都有好多嘅報告下，咁我只係揀一啲比較即係大家要留心少少嘅嚇。咁就事工小組今日晏晝我哋會3:00喺我屋企開會嚇。然後就4月18日我哋有一個受苦節嘅一個全教會嘅聚餐，同埋有一個聖餐嚇。咁就大家可以喺私事嗰度報名。原則上咧，我哋就歡迎參加聚會嘅人咧嚟到報名參加嚇。我哋就原則上咧，我哋唔鼓勵大家去邀請嗰啲姨媽姑姐啊嗰啲嚇。咁我哋咧希望係內部嘅一個受苦節嘅一個嘅聚會嚇。咁就原則上咧，就下個禮拜咧，我哋先至有飛咧係派發嚇。咁就你今日簽咗名，下個禮拜你去翻私事嗰度咧，係索取呢個嘅餐券嚇。4月20日咧，我哋就有一個聯合嘅復活節嘅聯合嘅崇拜，就喺呢、這個喺大飯堂嗰度舉行嘅嚇。請大家咧4月20日10:00咧，唔好嚟呢個地方啦，去大飯堂嗰邊嚇。然後咧4月20日晏夜晚咧5:30我哋有一個嘅抗利團契嚇。咁就如果你想參加咧，可以同我即係報個名，好嘛？咁我哋就嗰晚咧，我哋會喺教會羅馬飯堂咧有個 partner， 然後跟住我哋會有聚會嚇。嚟緊呢個禮拜三咧，就係教會有一個影音嘅部門咧，佢哋會有一個嘅係英語嘅編劇嘅講座嚇。咁7:00-10:00，如果你想參加咧，就嚟參加得㗎啦，喺樓上嚟嘅嚇，喺樓上嚇。4月6日咧，就係有一個叫愛心嘅分享，就係如果你屋企有啲嘅物品咧，係你好少用或者咧冇，即係好少用嘅，咁你想咧攞出嚟俾一啲嘅人咧，佢哋有需要嘅，咁咧就4月6日，咁就係上午10:00-2:00咧喺大飯堂嗰度咧，大家可以過到嗰邊。當然唔希望咧你係崇拜嘅時間過去啦嚇，就唔好去崇拜嘅時候咧，就喺嗰邊攞你嘅物品啊。咁啊，參加到崇拜之後咧，你可以去飯堂嗰邊咧攞。咁如果你想攞翻嚟嘅，你想係一個捐贈嘅嚇，咁就星期五、星期六咧你可以係攞翻嚟教會嚇。然後咧就一個報告咧就係咧，我哋將會有喺4月12日星期六嚟嘅，我哋會有一個會友班嚇。咁如果咧你係想成為基石堂嘅會友咧，你可以同我
即係講一講聲嚇。咁我哋四月十二號星期六晚八點鐘咧喺我屋企會有一個會友班，咁咧就詳情咧你可以係同我諮詢一下嚇。OK， 好，我哋一同嘅站立，我哋一齊唱讚美詩。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請坐，入咗之後，歡迎大家落到落馬飯堂，我哋有一啲嘅茶點為大家預備，願神祝福大家。